诸位同修啊，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啊，很高兴啊，今天啊有这个机会啊，跟大家一起呀 啊来学习啊老和尚啊1994年。在新加坡宣讲的《无量寿经》尤其我们刚好是2022年第一个礼拜一礼拜二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算呢很难得的缘分尤其我们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而佛在经典当中有提到我们要接受新的一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所以有一部经叫《受心岁经》，新的一年来了我们用什么心态来迎接。那我们看到呢，佛在这一部经当中说到了我今欲受心岁我无过咎于众人乎又不犯身口意也那佛呢反思他在过去的一年有没有对不住人的地方有哪些跟人相处的错误他在反省有没有犯身口意三业呢所以我们在迎接新的一年不是说好高兴新的一年到而已了因为前一年的过失我们没有反省出来呢那在下一年我们说强者先迁呢也是很难避免的那让我们感动的地方在佛是圆满觉悟的人他还以身作则反省忏悔这是令我们特别感动的地方那我们看到了佛陀这一段教诲我们来迎接新的一年那个过去身口意处世待人的错误我们能认知的深刻不再犯尤其我们又一起学习无量寿经那无量寿经里面有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无量寿经就是把阿弥陀佛的存心包含他的修行透过一部经展现给我们了那我们新的一年大家一起共学应该都是自愿来的吧
啊，现在是民主自由时代啊，有没有人是被逼来的？啊，应该没有了哈，有的话可以申诉啊。啊，因为老法师说要放下控制的念头啊，只要有被强迫的呢，马上可以解放啊，啊，马上可以把你的痛苦解除掉。啊，假如我们都是自愿的，啊，一起来学呀，啊，那我们新的一年大家共同啊互念，我们说善有为一呀。我们互相切磋、哦、因为今天的课、今天的、这个因缘、啊哦、我们是研讨会、哦、是大家一起、啊、探讨、哦、儒家讲如切如磋、哦、如琢如磨，《礼记学记》讲相关而善，好，我们佛门讲善财童子啊，五十三参，好，我们现在与会是47个人啊，看看待会会不会到53个哦，哎，这个53参的精神啊，也在我们这一会当中啊，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依众靠众的益处，好，所以我们也是共同发愿啊，新的一年呢，以无量寿经来修行，如来所行啊，亦应随行。啊，承德学无量寿经呢，是在一开始啊，25岁啊左右啊。首先就是听无量寿经，好，我当时听了高兴的不得了啊！怎么有这么好的经啊？啊，我当时不懂事啊，啊，还在无量寿经经本上呢，啊，在那里记牢上讲的笔记，我一直好像怎么每句话都这么好？哎呀，遇缘不同啊！啊，25岁才遇到、哦、所以现在看小朋友就开始读啊，开始学 啊倍感欣慰啊、哦、那当时听老和尚讲经啊，我们说先入为主啊、哦、很多观念、哎、印象很深、哦、比方说无量老和尚说的无量寿经100%做到上品上身，做到90%上品中身，以此类推最少要做到20%，这个比喻很具体，还提到要把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哎，这一句教诲啊，听进去了。哦，无量寿经每一句是拿来做的了，不只是拿来读而已了。哦，哎，我们建立这样的观念，会指导我们的心态。哎，那每一句都会想着，哎，怎么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了。啊，后来又听到一个公案呢。法达禅师、啊、去见六祖、啊、他法华经念了3000遍了、啊、给六祖磕头啊，头不顶地、啊、六祖很厉害、哦、从他的动作就知道他的状态心态、诸位同修啊，这样的功夫我们要不要有啊？
看到一人的动作，你就知道他的心理的状态。每个人都要有，没有这个能力啊，要当好爸爸、好妈妈都不容易。要当好老师更难，要当好领导更困难。因为知其心才能够救其师啊。我们不了解孩子、学生、下属的心的状态，我们怎么契机的去引导他、护念他呢？那当然，我们随着学《无量寿经》啊，这个能力会不断提升啊。我现在好像在开支票了，你们先记下来，到时候可以兑现。不过我们得真用力学进去，可不能我讲到这里你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少条筋，不敏感，不敏锐。敦伦敬分呢，很重要的。既然要敦伦敬分呢，该提升的能力啊，我们不能给自己太多借口。责任的承担是成长的开始。好，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们既然呢这40多位同道我们一起参与的我希望不要上到最后剩3个4个好，我们一起来共学承德假如说我们29节课之后呢，会请某一位同道下一次换你来主持了。就学完之后换你主持了。我看会不会没人报名了我们现在一开始先讲好大家认真学我觉得不要等29节课之后了，这太漫长了。我们每一节课好好的学随时可能我今天一看，哇，哪一个同修你的额头放光我说今天我们就请董丽雅老师这一节课由他来主持分享。这个大家准备好我是很厚道的我不会今天就丢我也不会明天丢，但是2节课以后就大家看着办不是，就看佛菩萨怎么安排可能就会给承德一个灵感今天呢应该请丽丽来主持所以大家要准备好，首先要预习用这种方法我们佛门常说善巧方便不然大家都不预习只要这个规矩一定下来了我想可能没有人不会不预习了好，诸位同修，我是讲真话不是讲假的因为我已经出家了当然没出家也不能讲假的
好，大家我先给大家这个心理准备啊。好，那今天我们第一次研讨有没有哪一位同道谈一谈，我来参加这一次课程研讨我希望我达到什么目标。因为学贵立志嘛，目标很明确，志向很明确，每一次都学得很扎实的。有没有哪一位同道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有请善护老师。阿弥陀佛，师父吉祥，各位老师大家好。善护，就是很希望就是恢复清净心，这个是我的目标。因为善护，我觉得自己的妄想妄念是很多的，不管是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带孩子啊，或者是跟人沟通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什么事情的话，很容易去着相，就是心里边不清净。所以我的目标就是想恢复清净，不能说百分之百吧，我也希望是在这方面有进步。感恩师父。好，谢谢善护老师哈，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哈，而且心境啊，佛土境啊。一切法门呢，以民心为要。所有的法门都是帮我们恢复真心，明心见性的。一切行门呢，以静心为要。我们下手修行啊，要以恢复清净心呢为目标。好，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有请张木仙学长啊。阿弥陀佛，老师好。对不起，我开了那个两个屏。慢慢来。我关了，我另外一个手机也开了这个 Zoom， 然后我关了它。对不起啊，阿弥陀佛，对不起，对不起，阿弥陀佛，非常抱歉。不会不会。后学呢，就是有一个志向，就是以后啊，学了以后能够回到，因为以后有一个志向想，建一个老人念佛堂，在老家，然后想用那个老家的那个家乡话用白，就是简白的那个意思吧，讲一下无量寿经的那个大意，就是因为老人家念佛哈，如果想再深入一点的，就是无量寿经的话，他不能读嘛，很多老人家不认识字，如果默学能够学的比较，就是领悟的比较深刻的话。就希望想那个用那个简，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那种，一些话吧，讲述给老人家听。但是自己要学嘛，要先深入的学，然后才能融通的解释哈，就解说吧，给老人家听。就像我外婆也前段时间去世了，她104岁往生。那时候我跟外婆打电话，念佛的时候外婆有点就是杂念嘛，我老是想去跟她讲一些道理，但是讲不通，因为学的不到位，所以就是没办法跟外婆讲，所以就发这个心，能够多学一点。跟老人家讲一些就是深入，因为很多农村的
来这念佛，不太懂那个佛法，我也不会讲，所以希望学多一点，能够跟他们讲，让他们就是有信心的，更有信心念佛。阿弥陀佛，感恩老师。谢谢，张居士哈，佛门讲呢，菩提心呢是修行的主帅，所以这个发愿发菩提心重要，他能从所遇到自己的外婆的事情，把这个遗憾呢转成一种愿力，这个是随侍菩提心呢。我相信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是圆满的，把这个遗憾转成一种愿力，相信呢得最大利益的呢还是你的外婆，而且能够成就一个念佛堂啊，老人来共学啊，这是功德无量的事啊。护念好一个老人，就是护念了一尊佛啊，他往生就做佛了啊，圆证三不退了。所以能够尽力来做啊，这个也是施至为己至啊，老人家也是不只是强调办一条龙成就下一代，也是强调能够办老人乐园，让老人家在晚年能够快乐之外，能够真正的了脱生死轮回，修学这个当生成就的法门。好，谢谢张居士，他的目标也很明确啊，他学完之后贯通了，只要能贯通，见到小孩你可以跟他讲小孩的言语，见到老人你自然可以从老人的角度去跟他谈，我们能贯通了，就像刚刚跟大家提到了，我们要随时能了解对方的心，我们才能够应机给他引导。不了解小孩，我们怎么护念他？不了解学生，我们就不容易护念他。包含我们要理解老人他的内心，理解老人他生活的处境，我们的言语就很容易让他感动，很容易让他产生共鸣啊。好，还有没有哪位同道？当然啊，假如我这么一问呢，你的脑中一片空白，那也代表还没有准备好学这29堂研讨会的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你真的是一片空白啊，那只能说呢你是福报很大的人稀里糊涂就被人家请来参加了好，我们请无灵者居士。成道法师好。这次要说实话呢，确实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目标。觉得自己啊这一生，我可能跟您的年纪相近，我也属牛的，73年生的嘛。不是相近，应该是一样的，可能月份不一样。可能月份不一样，我是8月份。觉得自己啊命啊还是很好的。虽说年轻时候啊吃了一些苦。总体来看呢，自己呢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
遇上的贵人比较多，就自己现在体会到呢，就是出生的时候父母呢是我的贵人，懂事以后呢，就好多的我自己的老师啊，遇上很多老师啊是我的贵人。来到英国以后呢，结婚生子，觉得老婆是我的贵人，然后呢，自己生的孩子都是我的贵人，又遇上了很多的朋友，特别是佛友们，觉得都是我的贵人。所以说我也觉得自己啊，就自己的情况就是随着呢多样的活菩活菩萨呢给我来安排，就自己能够把握的事情太少了，觉得就是老老实实的念佛，亲近呢仁义之人，觉得这就是我呢最终的目标，然后什么时候成就是阿弥陀佛给安排了。那这就是我的一个粗略的感受吧，对我自己的感受就是好好的用心的去学。其实有时候身子跟心呢很矛盾，就是今天来说吧，身子不想来，可是心想来，心就是牵着我必须坐在这里跟您来学习。所以说有时候还是让那佛主来帮我指点迷津，就是自己把握的事情很少，太少。谢谢成德法师。这个我们吴居士也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呢，生不想来，因为大家又有家庭啊，又有这个事业上的责任，有时候一天下来啊，真的是蛮疲惫的啊。但是他的心想来，所以这个吴居士的善根深厚啊，所以说命好嘛，不是佛祖请他来，是他的善根。他的善根请他来的而且他今天来了还遇到了43个贵人啊。因为我们现在线上有44个人。所以他确实有福报一生都在遇到贵人但按照承德的观察，在今年呢，对于这个佛菩萨同体大悲啊，特别有感受。因为观察，一个人，他处在啊人生很糟糕的状况了。其实一观察，在很早以前呢，佛菩萨都在加持他，都在帮助他，都透过他身边的人事啊，一直在护持他，但他没有珍惜啊，甚至于他现在很糟糕了，还是有很多人很诚恳的在帮助他，但他还是没有珍惜。所以刚刚听到这个吴居士说他从一出生父母是贵人，老师是贵人了，包含孩子也是贵人，哎呦，这一点善哉善哉啊！当父母的人能说孩子是我的贵人啊，善根深厚啊。为什么呢？修行最难的呢，能够离相啊，不着相啊，我是爸爸呢，就有可能着了。一着，你应该听我的啊！你看一执着啊，这烦恼习气啊就跟着出来了。所以能讲出说孩子也是我的贵人，这个善根很可贵了哈。这个不住相了啊，不住相可不简单了。佛讲了22年的般若经啊，就是要教我们不能执着啊，不能着相啊。尤其我们今天大家一起共学
无量寿经啊，所以这个无居士最大的贵人叫阿弥陀佛。哦，这个好，阿弥陀佛，黄金臂，昼夜长垂，哈、哦，都等着他当身作佛。这个是我们所有人这一生呢最重要的贵人。哦，还有我们老和尚啊，也是我们最重要的贵人。哦，佛法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啊。哦，所以我们共同珍惜啊，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福报。啊，遇到了阿弥陀佛、老和尚这么多重要的贵人，所以老人家有一个墨宝叫“福在受见”呢。啊，谁最有福报？接受劝谏，啊，接受阿弥陀佛给我们的劝谏，给我们的指导，啊，接受老和尚的指导，啊，那我们就是大福报之人，我们的人生呢少走很多弯路了。就像老法师在这一集里面讲到的，华严法华都是无量寿经的导引而已啊。结果他老人家现身说法，对啊，我研究了几十年华严啊，法华，尤其华严经啊，最后被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劝回来了，专修专弘啊，念佛法门无量寿经。而且老人家讲到这一段呢，在1990年，这个因缘呢讲的时间比较长，我们这一会啊差不多60个小时，29集啊，那一会的时间比较长，1990年还整理成四大册，就是我们董老师当时候啊，一接到 这四大册，欲罢不能啊，从此就很精进啊，我们也是很感谢啊。我们董老师这一年多的岁月帮我们铺垫了很重要的基础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在这一集也讲到了是吧，老和尚有讲到吧，我看你们的眼睛好像报告法师是讲到，对对，我们看老和尚讲的，我们这里是提到啊，学佛的人跟人家不合啊，这个责任不在佛啊，他没有依教奉行，甚至学佛多年了，佛教是什么不晓得啊，皈依很多年了，什么叫皈依也不晓得，那就难怪了。接着老人家就讲到了1991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这个专题演讲认识佛教这个小册子，我们说修行啊，所重正知见啊，有正确的知见呢，我们学佛才不会偏呢。我们复习一下。现在想想啊，董老师教的非常啊仔细啊，不只是依据这个91年的，甚至于是后来还有一次是在澳洲讲认识佛教，以至于
甚至于是净土大经科注大经解跟认识佛教相关的这些开示啊，他很用心啊，都把它汇进来了。所以他所分享的这些课程，我们都要放在心上哦。对我们整个修学会很有帮助。尤其提到六种佛教啊，我们可不能走到错误的路上去了。好，那这个，谢谢我们吴居士的分享哈，也让我们珍惜这一生遇到贵人的因缘。好，那目标明确呀。我们走的每一步都会很有方向，很扎实。刚刚呢跟大家提的一个典故啊，再补充一下啊，好像没有讲完啊，就是这个法达禅师啊，去算是拜谒六祖大师，结果他头没有顶地，六祖大师马上就观察他的心理状态了，然后他一起来，六祖说了，你一定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那个动作本身就是不肯那个顶礼嘛，他马上就说了，我念法华经啊，一天念一部啊，念了3000部了，那是将近快10年的岁月了，这可不是一般的毅力了，接着六祖大师说了，我没有读过法华经啊，你念给我听啊，他都能够背诵了啊。结果念到第二品，法华经应该是有28品，念到第二品呢，六祖大师好，不用念了，就开始给他讲解这一部经的整个教义，后来这个法达禅师也开悟了，但这里面很重要的六祖大师提醒他，你念了10年了，你被法华转，转成什么？傲慢了。所以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呢，解行要相应的，不能只有很熟悉这些经句啊，得行啊，不力行但学文，会长浮华，那真正放下这些习气了，才能够把这些经典呢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那我们的生活工作就是转法轮，就是转法华了，就是转无量寿经了，比方和言爱语，我们时时在落实这一句话，我们本来讲话很急啊，慢慢就改了，讲话很冲，讲话会带情绪，慢慢把这一句落实了，无量寿经就转成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了。
所以老人家指导要把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对承德的受用相当大。不然呢，我们没有建立这个态度啊，我们可能边读经边听经啊，边产生分别执着。哎呀，这个是阿弥陀佛才做得到啦，我怎么做得到呢？哎呀，这老和尚，那老和尚不是普通人啊，他做得到，我很难呢、啊。哎，这边听啊，边被自己的念头啊障碍住了。所以老法师说，佛所讲的一切经啊，都是弃我们的机的，不会说说完了之后说你做不到，那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所以我们也坚信啊，无量寿经的教诲我们可以做得到啊，包含老法师所有的讲解具体的指导我们也做得到。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啊。古人没有说天下无难事，无量寿经例外啊，啊，没有这一句啊。哦，包含哎，我们最近也有一些同修一起学习《论语》啊，啊，《论语》说：“我欲人，斯人至矣啊。”因为我这颗心很渴望啊，去效法孔子，效法仁德之人，这一念心啊，真正提起来了啊，当下就处在仁德的境界里面了啊，就好像佛门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好，那谢谢我们刚刚几位同修的分享让我这个可以顺利进行。不然我就又要使出我的傻笑了啊！假如没有反应的话，好，那承德先起个头啊，分享一下呢自己学习这一期的啊一点体会，然后接下来再请大家啊，因为我们说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可能每一集的大家体会比较深的点不一样啊，甚至于你从这个点反思到自己修学的过程啊，甚至于链接到家庭事业给自己很深的感触啊，甚至于是链接之后很有法喜，很有受用，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做法供养。法供养就是普贤行啊。我们这个经文第二品德尊普贤第二啊。好。那我们毕竟啊是跟着老人家的讲记来学习啊。所谓目贤当目其心。我们能够在听的过程随时能感觉到老人家的心境呢，哇，这个受用不得了，每段话有每段话的受用因为大修行人呢，有时候一个字一个词他都很用心，甚至于都是很重要的体悟他和盘托出啊来告诉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老和尚讲法他没有照本宣科啊，
往往是他修学的心得。啊，举个例子，啊，老人家说，学佛就是扩宽心量，啊，学佛就是学吃亏啊，这都是他的心境，他自己用功的感悟，啊，包含要放下控制的念头。哎，我们想想，今天有没有因为哪个人、哪个事啊，上了火了，有点情绪了，应该离不开啊，有控制的念头。哎，想控制，哎，这个人、这个事没照我们想望、希望的，马上就影响我们的情绪了。看老人家他的那个法语讲得很细致啊，甚至于都是从我们心源隐微处啊去开解啊，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哎，我的孩子，我的丈夫，我的太太，我的车子，我的什么，这个我一上来啊，那个占有可能就在其中了。放下对立的念头，不跟一切人事物对立哦。你想到某一个人就很不高兴了，就有波动了，很可能就对立在里面。我们在听这个法语的时候，我们去感觉啊，老人家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来指导我们。一有这种感受，这一句法语你就不会划过去了。我们现在有时候听经的机会多啊，但多的时候啊，很可能反而不珍惜啊，那就真的是太可惜了。机会多代表有福报，可是假如不珍惜啊，就在这个福报当中啊，错过了。好，那啊，比方说老人家一开始就讲了，啊，非常幸运，无限喜悦，能在啊新加坡居士领与诸位同修共同学习净宗大经。那佛法是内学啊，看老和尚这一段话，我们不能说听了这一段，哎呀，我当时候也不在，哦，甚至于我当时候还没出生呢啊，应该什么拉回来当下。哎，我当下还有那么多同修啊，就像我们刚刚这个吴居士说的，哎，他很多的这个同参道友啊，团体的老师啊，哎，都是他的贵人呢，啊。这个就是知缘习缘，知福习福啊，啊，知恩感恩呢，啊，进一步报恩呢，啊，造福啊。习缘啊，在造缘啊。哎，接着，哎，我们真的缘分还是很不容易吧。啊，我们现在来自欧美各地啊，不同的地方啊，是这样，我们要聚在一起啊。啊，在数学几率的情况啊，是等于零啊，是吧？你看全世界七十几亿人，然后我们又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啊，居然现在在同一个荧幕上，不容易吧？
这个在94年也做不到啊，当时候的这个通讯还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啊，当时候才是录音带转录像带而已啊。哦，所以老法师说啊，以前都是录音带，好，所以这一次啊，居士灵祈请，希望能有一套录像带而且他说啊，这是我们呢新加坡与全世界结下的殊胜法缘呢。哎，这句话跟我们有什么关呢？有没有关系？很有关系耶！我们现在一起切磋哈。我们德国净宗学会有录像下来了。哎，大家有没有想供养给全世界啊？我看点头的人并不是很多啊。我刚刚已经说要放下控制的念头，不能要求大家。但是也不能强迫大家啊。哎，没有关系哈。因为我们这个会后置处理啊，假如你说我不想跟全世界结缘啊，把我那个镜头删掉，哦，这个可以啊，我们不强迫任何人啊，哎，我们看一下每一句，当下都可以做呢，哎，佛法就是生活，就是工作。就是处事待人接物，而且这里啊，老法师也提到了，学习这一部经，讲这一部经，每一次都要不一样啊，都要有所提升呢，而且提到了读诵大经，更是要能落实在。实际生活的层面，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经典殊胜而真实的利益。哎，那这一句话也指导我们这一次的研讨啊。希望我们下一次以后，每一次都有同修分享，我上一次。听到老法师讲什么，听到我们这个比方说刚刚我们张居士的分享给我触动我这个礼拜就因为这个触动我做了什么改变我得到什么感悟，得到什么受用，那等于是我们呢所学马上懂得去用。这就是解心相应，所以希望大家能把感悟的能够马上去落实，一落实一定会有受用，又能够跟大家来做分享，那这个就是接下来这一段话很强调的了。现在人的心理学佛也不例外。随着整个时代的趋向我们总是要求新、求变、求快速。这个求快速当中就是要管用，要有受用。我们每一次学的，我们马上回去落实，我们就有受用。那哪有人不想学佛啊？学了就管用啊，学了就能变了。这个对现代人来讲很重要哦。假如我们跟他说我在学佛，你学多久了？我学5年了。结果我们亲戚朋友说：“我看你也没什么改变呢。”那他铁定不学了。现在人很现实的，一定要学的能够用的，他才要学啊。现在这个时代，时间很宝贵的
所以我们得展现出来啊，佛法管用，无量寿经管用，我们学的，我们的身心会改变，我们的家庭会改变，事业甚至于我们的社区也因我们而改变。那对于现在人来讲，他就很愿意学了。好，那这一段话我们也了解到，佛法讲说法要契理还要契机，契合现在人的机，他要求新，他要求变，他还要快速。你看佛法活活泼泼啊，它能应不同根器人，甚至不同时代人的机。那佛法如此啊，那佛是觉的意思啊，所以学佛就是要学觉悟啊。那一个觉悟的人能不能应他家人的机啊？能不能应他的朋友、他的同事的机啊？那你看每一段话，佛法是内学啊，这每一段话一拉回来，我们的内心啊，都有学处啊。我们开始反思看看，我现在讲话给另外一半听，他喜不喜欢听呢？你气理气机，他怎么会不喜欢听呢？跟孩子讲话，他喜不喜欢听啊？跟别人讲话，有没有？人家一听你讲完话，后面加了一句：“哎呀，今天跟你谈话，听尽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你讲话很气他的机，听了很欢喜呀。甚至是很受用，你总不能讲半天他也用不出来啊！应机说法，所以大家不能觉得说应机说法那是要身做讲课的人才是应机说法，没有。佛法应该是各行各业，男女老少啊，当下都可以用。好，那我们看到你看老人家一开始讲就应现在的人，这一部经啊可以满足现在人的状况，而且实实在在说，世诸世间第一殊胜，不只是能满足这个条件的，而且还是最殊胜。提到了，一定是是诸世间第一殊胜的，一定是很简单、很容易。老子讲：“大道至简，而人好静。”就动小聪明了，不相信了佛说的那么简单了。老人家还举的例子，那举例啊，也是我们在跟一切家人朋友有缘人沟通的时候啊，要具备的一个能力哦。因为一举例啊，人家会很能感受，很有共鸣。我们从老人家讲经有没有看到他讲经的善巧，他的方法？我们说内行人看门道啊。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是华人，易经一讲大家都听过，易经啊，简易啊，
就是简单容易、啊哦、那易经如此，那佛法亦如此、哦、好，那接下来、啊、世尊老人家紧接着、啊、既然是简易、啊、那拉到世尊呢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也是可以总结的很简单、啊、很容易，不外乎戒定慧三学。好，这三个字包含四十九年所讲的一切经呢。好，而念佛法门啊，阿弥陀经啊，包含无量寿经也很简单。我们看老人家还举了偶益大师的要解。好，那偶益大师是净宗九祖啊，他的话很有权威的哦。嗯，哎，所以他讲到了啊，《阿弥陀经》，哎，老人家也很简易了，指出来就是信愿行啊，三之两啊，我们净土法门就是信愿行啊。哎，信愿行有没有跟四十九年戒定慧的纲领相应呢？啊，老人家这里开解的，啊，这个信有戒定慧啊，愿也是戒定慧，行还是离不开戒定慧。好，所以这个净土法门也是把世尊一代十教的纲领掌握住了。好，尤其接下来这一段话，因为这个法门既简单，很简单呢，就是信愿持名啊，也很容易，谁都可以念呢、啊，谁都可以修啊。而且呢还稳当，还快速。哇，你看集这一些特点于一身呢，而且它还就近，它还方便。啊，我们在大乘经里啊很方便，但它不一定就近。啊，有的很就近啊，比方说华严法华很就近。但是那个都要善根人修啊，很究竟，但是不方便。所以唯有这个法门呢，这些特点呢都在其中了。那这一部经老人家接着讲了三种真实啊，这部经里面提到了三种真实。第一，开化显智，真实之际啊，这个化呢啊，开示开导，佛教导我们，化是教学的成绩啊，接受了世尊的教导，果然就起了变化。哦，你看师父马上又举了世间的教学要求要变化气质啊，佛法要求我们要转凡成圣。好，那这一段哎，我们有没有曾经啊听到亲戚朋友对我们说啊，哦，你学佛之后啊，你有很多转变呢，当然这个转变是变好了哦。大家有没有亲戚朋友这么跟你说？哦，我看子佳笑得这么开心，他可能是有心得啊，请他分享一下哈。
阿弥陀佛，法师好，师兄们好。哎呀，这句话啊，弟子是常常听说哈、啊。那当然了，有好有坏。在弟子刚刚学佛的时候，确实是有这样的话语吧，常常是听父母提起，然后就会说，就是你最近挺有变化哈、啊。那个时候自己的父母，说实话哈、啊，是比较担心。因为现在回忆起当时学佛的那个初学佛的状态，有一点点误入歧途的感觉，好像是给自己的父母或者是朋友哈，落下一种印象，就是比较激进。那个时候就是好像是常常也会听一些大德在分享中提到，就是比如说会用自己学到的佛法常识啊去指责别人。总是看别人不对，然后跟自己没有关系哈，所以是确实是给自己的亲人造成了不太好的印象。但是这几年哈，也确实也会听到父母对自己的评价，比如说前几天呢，还跟父母通话，然后我的母亲也是，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的母亲也是在学佛嘛，然后也是一直在跟母亲聊佛法的事情。那么那一次呢，就是上周吧，哈，那母亲对自己的评价还是挺正面，也说了这个最近学法挺学佛挺有感悟，也是，所以听到之后确实是，哎呀，也是很有感触，觉得这学佛这么长时间以来，感觉这么一个转变吧，就是从刚刚开始的有一点误入歧途，到后来在法师的带领下，哈，现在真的知道要把佛法是落实在生活中，不是向外看，哈，是向内观，哈，佛法是心法，就是任何事情，哈，就是不要向外看，然后反观自己，提高自己，是这样，感恩法师。好，这个谢谢子佳的分享啊，幸好转过来了哈，你好。而且现在得到妈妈的认可啊，不可知少为主哈，不能就这么满足啊，更不能执着相了哈。是的。我们这个修学啊。确实常常要有高度的警觉性啊，因为佛法是我们一个缘分，万法呢因缘生，哎，这么殊胜的佛法，可是我们假如用错心了，那它可能会增长我们的控制要求、傲慢了。因为我们假如这个没有先从自身开始，那学越多道理，就越往外去看到别人的错误了。所以六祖大师这一句“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这一关其实不容易过啊。很可能我们学5年的时候觉得，哎呦，过了。可能，7、8年以后说，哎，好像还没过。10年的时候觉得，哎，好像过了。哎，到了，12年的时候，哎，好像又先前了。我这一关真不简单哈、哦。所以不能掉以轻心哈、哦，指甲不能觉得过了啊、哦。要战战兢兢啊，护念好这个。很细微的心念呢、这样的习气啊，才不会又现前。所以不能把殊胜的佛法变成我们我慢的增上缘，不能变成了见人过的增上缘，那这个就太冤枉啊，太可惜而且啊，这个转变啊，刚刚我们此家讲的重点啊。转变不能自己讲，哎呀，我变了，我变好了哈、啊，会这么讲是有问题的啊。太上感应篇说不炫己长啊，不能在自己标榜自己啊，你们也要会有判断力啊，
不能一听到别人说哦，我自己啊，我梦到阿弥陀佛几次啦，怎么讲了一堆，你哇，好厉害啊，就被他转了，要冷静会判断啊，有根德行根基的人不炫己长。哦，所以我们有没有变啊？是别人讲啦，不是我们自己标榜的。哦，假如你听到你的另一半说，哎呀，你真的提升很多，改变很多，哇，那这个是太不简单了哦。因为另外一半跟我们最亲近哦，对我们的情况最了解，他都觉得你改变很多啊，那是真的是不简单。哎，有没有哪一位这个被另外一半赞叹说改变很多的啊？这个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张居士有请。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我谈一下我的一个，就是我的先生他是法国人嘛，法国人对佛法是，就是说他还不知道有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缘呢也是很难的吧，对他来说。但是他过年的时候，他竟然送了一盆花给我，还说是送给你的菩萨。所以我听这句话，我就心里非常的愉快。他说送给你的菩萨，然后还做了蛋糕，做了那个甜点，就是过年吃的甜点，还说，放在那个佛像的前面哈，就是那个，反正从他这些行动，我自己没有，他没有夸我哈，也没有夸我怎么改变啊什么，但是呢，他这个话语还有他这些动作哈，行为，我就觉得也应该有一点点，家庭有点点变化吧，然后他自己也，我打电话回国内跟父母，问候的时候，我说跟妈妈、爸爸说阿弥陀佛吧，他也会跟他们说阿弥陀佛，所以就感觉有一点点变化。好，感恩法师，对一个法国先生来说还是挺不容易的。感恩法师，就分享到这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张居士哈、哦。因为另一半呢，或者家人离我们最近，我们有变化，他们是最能感受到的。所以承德也观察在历史当中呢，我们这些真正留名青史的圣哲人呢。他们好像没有说过一句话说，家里的人最难渡。我好像没听过哈，不管是儒释道修学有成就的，还没听过这一句。不过这一句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像常常听到。都会说，哎呀，另一半最难渡了，家里的人最难渡了。我们不能创造发明啊，哎，我们得分析出个中的关键点在哪里？你看古人这些为了国家民族啊四处奔波啊，你看他的太太一句抱怨都没有，甚至于全心全意让他没有后顾之忧，这个都是他的德行啊感动他的另一半的。古人都做得到。我们要不要做得到？哎，我们现在的目标是要去做佛呢。做佛的人当前，最起码要先感动另一半了。好。那所以呢，我们学的一定要有所转变，有所提升。而且这里呀，老人家说这个话呢，是要转凡成圣，是要
成为佛菩萨。所以老人家这一句话很重要，学佛的人如果不发心做佛啊，那可以说你的佛就是白学了。要学了就要有志气，就要有信心，自己一定可以做佛。信为道源功德母，信为能入啊，尤其净土法门，藕益大师开解六信，信愿行的信啊，这个六信第一个就是信己，信自己啊本来是佛，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为什么？唯有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佛，所有善知识的力量才帮得上我们。因为自助者天助啊，自救者天救啊。你自己有信心呢，你不怀疑经典，不怀疑佛教的呢，哇，那个加持力就是那个感应不思议啊。阿弥陀经说的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我们一有信心一持经了，一切诸佛都加持。可是假如我们怀疑起来了，佛菩萨想加持加持不上了，甚至我们还自我放弃啊，那就麻烦了啊。志气者天气啊，自己放弃了，所有的帮助的力量上不来，甚至什么这些天魔啊，这些冤亲债主啊，得其便了。所以一个念头啊，招感差别非常大哦。念头重要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感应诸佛如来加持是念头，感应一切障缘、冤亲债主也是自己的念头。尤其我们现在懂得念这句万德洪名了，念这句佛，一切佛都在里面。六字统摄万法，念这句佛，一切经教都在里面。真搞明白了，不打妄想，不起邪念了，赶紧念佛啊。念一生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好，那老人家说啊，我们学了就不能白学啊，就一定要学成佛。好，那接着讲到了学佛的目的，用禅宗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学净土宗也是一样，禅宗用参究的方法，净宗用念佛的方法。念佛比参究容易太多了，方法容易，方法简单，成就实在讲没有两样。甚至于古德说，念佛的成就超过禅宗。这个不止古德讲啊，佛在经典里面说啊，一句阿弥陀是无上深妙禅呢、啊。禅已经很高了哦，无上深妙禅，那佛不会骗我们了。我们相信了，念这一句就是无上深妙禅，得的利益啊。不可思议啊，连等觉菩萨都说不清楚，唯佛与佛乃能知啊！啊，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啊！念这一句佛啊，就摄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为自己的功德，这不可思议啊！真是
成就超过禅宗。四十七品说的行超普贤登彼岸呢。第二呢是住真实慧。第三呢是慧以众生真实之力。这三种真实。而这一部经呢是涵盖了佛陀四十九年一切法。不管是显密宗门教下都在其中。所以不可以疏忽了。好，有没有哪一位同修你觉得哪一段对你的触动比较大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集的哪一段有请黄继兵会长。感恩法师感恩各位同修大德。那墨学先抛砖引玉吧。听了老法师老和尚这一集的开示那弟子呢就觉得呢佛法的确是知难行易，这个方法特别简单，尤其这本无量寿经从经题上看呢，我就可以看到这个无量寿老和尚也在经文里面讲解了无量寿其实包括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财富，无量的德能所有的无量都包括在这个无量寿里面。那也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了。这个所有的修行的所要证得的果都在这一部无量寿经里面可以得到。而且呢他得到的方法也是特别简单。老和尚也在讲经中提到其实成佛很简单，只要念念都是佛，都想着佛，你就成佛了。那方法非常简单，而且得的果呢也是非常的殊胜它不像那个华严经啊有小时中等缘啊法华经有藏通别圆的区别，从地狱凡夫一直到菩萨他念一句佛号得的果呢和等觉菩萨是无二无别的。那以至于和如来阿弥陀佛的果地啊也是无二无别。那虽然方法很容易但是要真正的去落实在行动中那也是要下一番苦功的。因为老和尚从一开始就开始分享到我们的这个修行法门，净宗的修行法门归纳起来就是信愿行。那信愿行里面信包含着戒定慧愿也包含着戒定慧，行也包含着戒定慧。那也就是把它开业起来呢信里面要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那这个如果真正的要把这句佛号念好要信要做到信愿行，
的确要对经文啊理解的要非常的深刻。那弟子在听那个在上弟子规课哈、啊，听李老师上弟子规课的时候也提到，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活的，经文展开，它不像其他的书籍，它是什么意思就在这个书里面写着，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书一展开，你每一次读，它得到的利益都是不一样的。随着你的理解的深入，修学的深入，那你得到的意思又会加深一层啊。所以这个我们的那个佛法修学佛法也是一样虽然无量寿经是一共是48品，但是每一次读随着修学的次第的修学功夫的深入，我们对经文的理解又会加深一层。那怎么才能得到这个经文的真实利益？那印祖也说过啊，一份沉静得一份利益。那老和尚呢，也在经文中不断的深入，说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百分沉静得百分利益，万分沉静得万分利益。那反过来说呢，少分沉静的就得少分利益，没有沉静就完全不得利益。那弟子反思呢，这个这段学佛学佛以来呢，这个得的利益不是像经文书所说的那么殊胜。那关键呢还是缺乏沉静之心，也就是沉静心缺乏，不能把那个这个无量一句佛号阿弥陀佛的利益经文的意思落实在生活当中，把所有的对待一切事一切物一切人都把他们看作阿弥陀佛来一样的恭敬这是弟子呢所欠缺的。那这个沉静呢弟子也深刻感受到这个那个我们净宗法门的净业三福就是在教我们尤其是第一福就讲就是在教我们怎样沉静，也就是沉静呢是落实在净业三福里面，尤其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那也就是我们这个三个学佛呢的根基也是非常重要尤其在沉静心方面呢，如果对父母都缺乏沉静，对老师师长都缺乏沉静，那我们也就是能够深刻感受到学佛是不会得到真实利益。那弟子也非常感恩那个陈德法师这一段时间以来陪伴着我们认认真真的把心收回来不是好高骛远追求成菩萨成阿罗汉成佛，而是呢把心收回来，能够踏踏实实的落实在弟子规当中，落实在感应篇当中，在生活中认真的反省自己从生活中把这份沉静心找回来那所以弟子非常感恩如果没有陈德法师这一段时间的那个对我们的照顾提系，那真是弟子感觉就是在盲修瞎练所以弟子非常感恩这个有这个学习的因缘和机会，和大家一起能够把佛法踏踏实实的落实在生活当中。好，这是弟子一些心得。
请法师指正。好，谢谢黄会长我们修学真的是有同参道友大家互相扶持也很感谢大家给陈德这个学习机会没有这样的学习机会呢，我也很容易懈怠。那刚刚我们黄会长提到这个沉静二字这个在印祖的教导里面呢，说这个是古圣先贤呢，佛菩萨传的最重要的心法就是结尘净境，就是沉静的心我们当然刚刚也点出来，这个沉静的心啊，首先还是要从孝养父母开始做起假如没有孝敬尊师，这个沉静心很难是发出来的。那真的有发出沉静心呢，我们光是看到这个经体呀，就很有受用了。就像老人家他在开解的，开解到了清净平等觉，这里面具足三学，戒定慧，清净是戒，平等是定，觉是慧啊，具足三宝三宝是佛法身，清净是身宝，平等是法宝，觉是佛宝。好，我们再看呢，老人家接着总结了。你是修净土的，你求什么呢？我们求啊，无量寿庄严呢、恢复无量寿庄严了。我们不求别的，只求无量寿庄严。老和尚用这个字只求。好，我们要提醒自己不能求财色名食睡只求一个字都不能划过去我高兴的时候求无量寿庄严，不高兴就不求了。你修的是什么？我们所修的是清净平等觉。你看这个经题里面把我们求什么，把我们该怎么修才能求得到，一个经文里面全部都给我们讲的那么具体啊。我们所修的是清净平等觉。接着说，那你要用什么方法修呢？怎样修才能得到清净平等觉？信愿持名，就是念这一句佛号。你看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点都不迷惑。无量寿庄严是果报，是我们所求的。怎样才能求得到？那就一定要修清净平等觉。就像刚刚我们黄会长提到老法师在菩提心灌注在整个生命中的这一个专题开示里面讲的我念阿弥陀佛跟大家不一样我心目当中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我对一切众生的供养跟对阿弥陀佛绝对没有两样，这个就是用平等心呢去修行了，没有高下了，没有好丑了，没有爱憎了，平等，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这也是老法师把心法传授给我们了，谁肯把它放在心上啊？就得大利益了就像刚刚跟大家说的
老法师是从《华严经》啊回到《无量寿经》来的。老法师说这叫师承啊，你们可不能看哇，净空老法师哇，他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哇，他大经大论学了好多啊，我也要像他这么学。老法师说这不对啊，我走的那个弯路你们别走了，这叫师承啊。为什么？一心一意啊成就学生啊，自己走过的弯路不希望学生再走了。好，我们可不能太执着太着相。哎，老法师曾经走过，我也要走一遍，这个叫傻学生啊。哦，老人家慈悲啊，每一堂课都是和盘托出在教我们的。所以怎么修？哎，效法老人家的清净，明文利啊，沾都不沾，效法他的平等啊，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啊，效法老人家的觉悟啊，面对境界清楚啊。好，那用什么方法来修呢？信愿持名啊，所以信愿持名里面具足了三学戒定慧，具足了三宝佛法身。所以三学三宝啊，我们知道包括整个佛法啊，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宣说的法通通包括在其中，但是一句阿弥陀佛啊通通包括进来。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今天呢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年啊，去年底到今年初特别强调啊，下手处啊啊孝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时也啊，修行不能太激动啊，拼到每天都熬夜这不行啊啊，这个啊，仅供大家参考，我就是惨痛的例子了。哦，不能一时激动啊，把身体也弄虚弱了，这个让父母操心啊，要成佛就很难。哦，成佛要安众生心啊，现在连父母的心都安不了，那不行了哈。好啊，就像这个我们子家啊居士啊。安的妈妈的心啊，觉得她改变很多啊，进步很多啊，妈妈就很放心了啊。学佛啊，首先要当一个不让父母操心的人啊。好，哦，那其实每一段呢，真的拉回到我们自身，都有很多受用的地方啊。好，所以我们看到呢，老人家在前面的讲解都在让我们去体会这个法门简单容易方便就近稳当快速，让我们去珍惜啊，难怪在末法意义人修行啊，罕易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啊，当来一切寒灵啊，皆因此法而得度脱啊。啊，刚刚黄会长提到的啊，哎，我们这个清净平等觉啊，这个平等觉是什么？平等啊，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帮助一切众生成佛，这个就是这个法门最殊胜的地方。平等到什么程度啊？忤逆十恶，眼看就要堕地狱的人，
只要肯念佛啊，就去做佛了。平等成佛啊，平等普度啊，啊，太殊胜了、哦、而且还有例子啊，阿舍、世王、杀父、害母啊，最后佛劝他，他肯念了，上品终身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遇到这个法门、啊、要对得起自己、啊、对得起生命中的有缘人、哦啊、老法师说我们现在求的没有别的，多带一些人回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我讲到这里都微笑，你们怎么都没有微笑、啊、你们不太愿意带是吧？哎哦，李美兰老师说，你知道这个法门，见到人不尽力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人家，那就是不慈悲了。为什么？没有这个法门，我们出不去了。哦、大家要会听、哦、你要尽力去介绍、哦、你不要执着去介绍、哦、我是说尽力去介绍，你要等你表演的让人家欢喜了、哦、再来介绍、哦哦、不然你一介绍让他误会了、哦、你是不是叫我去死啊？哎，很多人他不了解道理的，他一听到阿弥陀佛，哎，我还没有要死啊，他误会了、哦、好，所以这个、尤其这个法门呢，忆佛念佛啊，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就这一句佛号就好了、哦、你看我们今天用其他的方法修行、啊、甚至于、啊、好像都有提醒、啊、你打坐、啊、都要有楞严咒挂起来，楞严咒在场、啊、不然五十音魔 啊那么多复杂的境界，所以这个法门稳当啊！啊，念佛真念了，二十五菩萨随护其人呢、啊，魔不得其变呢、啊。这个都是在末法时期、啊、特别难得的殊胜的地方。好、哦，好、哦。哦、最后呢、老法师进入这个经题、哦、佛说大圣无量、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有佛说，这个都是特殊的经典，我们了解了就会珍惜了、哦、因为啊这一部经、啊、乃至于净土三经、啊、是十方一切诸佛都宣讲，所以套上佛说、啊、这个说呢、啊、是忏佛本怀、啊、佛啊、哎、察觉到机缘成熟了，把这个平等成佛的法门介绍给我们了，我们能听到就是缘具足了，我们这一生铁定也能成佛、啊、大乘也提醒我们了，多带一些人啊，大乘就是可以装很多人啊。啊，阿弥陀佛的大法传呢、啊，啊，带业往生，啊，以前不懂事，业多重都不怕。啊，这个印光祖师很慈悲啊，做了一个比喻，啊，我们业很重啊，就像这个石头很大，你要过生死海啊，铁定沉下去的，过不去的。可是我们肯把这个大石头呢搬上弥陀的大法船，再重他都把你拖起来。我们要注意啊，以前造的业啊，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汇聚时，果报还自受啊，造了就造下去了，铁定要受报的。我们这一生不往生，那铁定要堕落的、啊、尤其啊，三途一堕五千劫啊，
可不好玩了，所以不能再投胎了啊！最后生呢，一定要往生呢。所以大乘一定可以把我们再到无有众苦啊，但受诸乐的极乐世界啊，大乘无量寿。这个无量寿是第一德，有这个寿命了，其他的无量才有功效，才有意义。好，再来庄严。我们看老人家很用心，把无量寿经里面庄严的句子都举出来了，让我们去体会啊。一向专制庄严妙土，阿弥陀佛全心全意成就一个最殊胜的环境给我们，我们不能辜负啊。哎，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段老和尚说到了，哎，每一次来新加坡参学所见到所感受到的，大家也是在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哎，我们有没有在庄严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有没有在庄严我们自己的团体？再来，我们有没有在庄严极乐世界呀？啊，极乐世界有我们那朵莲花呢，今天有没有变大了？我们不能念成口头禅呢，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哦，我们今天得有功德啊，才能庄严啊。所以真正一向专制庄严妙土啊，我们就不随顺烦恼习气了。我们就很有责任感，我要庄严我的家，我的团体，我要庄严极乐世界啊。哎，真有这个心呢，哎，庄严众行啊。善护口业，不计他过；善护身业，不思虑也；善护意业，清净无染。起心动念、一言一行，都在庄严西方极乐世界哦。所以我们看这“庄严”两个字，我们每天光读这个经题呀，对自己就有很大的提醒了。要把贪嗔痴打掉啊，要把自私自利放下。哦，又觉得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啊。哎，这个也提醒我们了，我们早一点庄严，早一点成就啊，我们才能为人演说啊，人家才能相信我们了。我们才帮得上他人呢。就像我们从事教学工作，我们早一天提升，学生就早一天得利呀。我们不得利了，可能学生还受我们负面的影响。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是一样啊，我们要早一天提升啊，他们早一天呢以我们为榜样了。哦，所以这里老人家提醒了，我们要修清净啊，要把无始劫的染污啊去掉啊，要洗心易行啊，就是靠念佛了。清诸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念佛头于乱心啊，乱心就不得不佛了。好啊，今天已经超过啊太多时间了，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好，我们最后开放一个
同修啊，你有没有今天不讲讲话睡不着觉的啊？啊，或者说，哎，你今天我们大家这样探讨，你有触动，甚至有流泪啊？我不是说一定要流泪了啊，就是你真的有那个触动点啊，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啊。来，我们有请董老师。尊敬的承德法师，阿弥陀佛。尊敬的诸位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莉亚非常的欢喜，有幸参加承德法师这个研讨会。嗯，学佛呢也11、12年了，特别喜欢师父上人的讲经，喜欢这个经教，嗯，如拼得宝的感觉，刚刚拿到，学起来是也是泪流满面。在信和解方面呢，有了一点点的收获。大家都知道哈，也向承德法师汇报。信解行正，但是就是走到解那儿，行就走不下去了，遇到了瓶颈。就是莉亚也是向承德法师汇报的，就是屡战屡败。当然也知道还要屡败屡战，可是怎么突破这个瓶颈啊？已经很长时间就是找不到这个出口啊，道理明白了不少。啊，信心也有，非常的相信阿弥陀佛，也相信自己能够成佛，但是这一生怎么完成这个事情啊，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在这个行上就遇到了障碍。无比的感恩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加持，承德法师跟我们德国净宗学会结缘，跟着承德法师学习这差不多2年的时间吧，收获特别大，感到承德法师就是来做我们教练的。就像师父上人在这个经教里讲，佛是教授，哎，来讲，讲给我们讲佛理，让我们心里开解。菩萨们，大菩萨们是来做教练的，让我们怎么落实。哎呀，无比的感恩，就碰到了承德法师这大菩萨，终于利亚找到了平静。知道在行上要下功夫，这个行就是承德法师刚才讲的家人，这个家人最难度就是利亚自己的话，跟谁都好办，跟外面人好说，到家里这关就过不去。所以呢，这2年呢明白了，就在家里这做功课啊，做的还不够，嗯，已经在努力，我越努力我先生越挑剔，就是绝对没有，还没有对我有夸奖，而且但凡有点什么事情啊，你是佛弟子，佛怎么说的？嗯，这是我先生在修理我，他是阿弥陀佛派来的，所以你俩现在达不到我先生的满意程度，还得再接再厉。嗯，但是呢，潜移默化的对他确实有这个影响了。啊，尽管他是德国人，而且他是学自然科学的，而且他又学到了博士，所以他根本就不服我。他根本就不服，所以不做出来给他看是不行的，说利亚要想度众生一定要往生，不往生什么都是空的。所以非常的感恩，这次来学习就是抱着这个愿望，怎么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中，落在自己的身口意上，否则这些学都是白学了啊！这个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莉亚呢特别惭愧，给大家讲了那么多，自己做的并不好，但是呢把自己讲明白了好多啊，就是真是感恩承德法师，也感恩诸位同修的这个护持啊，慈悲的护持和给莉亚这个机会。所以呢，很多事情以前就觉得过不去的瓶颈，其实把自己讲明白了。这次这个师父上人这个94年这个第一集哈，给莉亚最深刻的印象呢，就是信心更加坚定，
师父老人家讲，这部《无量寿经》是非常稀有的一部大经。经文它虽然不长，但是包容了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无论是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都在这一卷经之中。所以呢，这是一大藏教的总纲领，师父老人告诉我们万万不可忽视疏忽，所以就对这部经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师父老人讲，有一些大经它很究竟，无论在理在方法啊都很究竟，但是不方便。为什么呢？中下根人没份，没法子修。还有一些经论呢，它方便但是不究竟，不究竟就是不能成佛，可以成阿罗汉，可以成菩萨。师父老人家讲，这不叫究竟，既方便又究竟。师父老人家讲这句话，莉亚印象特别深。师父上人说，唯独此经。接着师父老人家又讲啊，说这个经是成佛的法门，而且方便至极，而且我们人人有份。师父上人又接着讲，我们在座的同修可以说善根福德都不可思议。所以这个莉亚看到这里啊，信心更加的就更加的坚定。另外还有师父老人家这句话呢，这个给莉亚的印象也是特别深。师父老人家讲这个平等啊，平等觉，那就是讲一切众生平等成佛的法门。那我们想想，这是不是特别殊胜？师父老人家讲，像华严法华虽然讲成佛，但是不平等。为什么呢？华严它有五教，小始中顿圆，那法华呢是天台家，天台家的四教，藏通别圆，不平等啊。我们这个法门呢平等成佛，上从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平等得度，平等成佛。所以他这是难信之法，这个难信它不是假的啊，确实是妙不可言。师父上人让我们去细心的体会，说答案就在经文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要好好的学习，这个信心叫更加的坚定。感恩承德法师啊，把这个经又给我们展现出来。那莉亚看到师父上人讲这个话，这些话信心特别的足，真的是拉我去学什么我都不会去学，我就要这部经，就要今生成佛啊！不然的话太辜负了今生这一大世因缘，对不起自己，第一对不起自己，但是呢心是决心是下了，但是能不能做成还要继续的努力，还要就是上面几位同修分享的都特别好，内观检查自己，任何事情出来第一找自己啊，不管什么事情出来啊，自己这一大因缘是最重要的。既然跟我这个我莉亚有关系，我在这个缘里头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缘，我要是不改变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果啊，只有自己改变了才能改这个果，所以赖不得任何人，只赖自己。这是莉亚的一点点体会，无比感恩承德法师，无比感恩诸位同修，阿弥陀佛。谢谢董老师的分享啊，这个承德是惭愧啊，我自己修学很不得力啊，也都是透过大家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啊，能跟大家共学的时候，自己的正念呢、都比较提得起来。而且因为修行啊，还是得要很真实面对自己真实的功夫啊，就像董老师刚刚讲到的，屡战屡败，屡败还要屡战，这个也是下莲居老居士所强调的啊，这个自警路啊，承德觉得我们修学路上的境界啊，这些法语好像一个一个锦囊啊，来指导我们啊。夏老讲的啊，学道之人必须发大勇猛心，立决定志，
这决定之就是我这一生就是要做佛了，而且要不计成败。所以我们都得经历过屡战屡败，还有屡败还有屡战，还不顾生死，死都不怕，就怕念头不对。这个一定可以突破每一个境界，尤其他 最难得的那个心境，他觉得他丈夫是佛菩萨派来的，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往生就是做佛，我们现在是不是一个做佛的样子，那华严经善财童子就是这个表法，他表当生成就，我们的心态能保持在一切人都是善知识，只有自己是学生，就像印祖教导，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啊。有这个心境啊，每一天在一切人世境缘都会提升哦。这个心是关键的，而且他也提到他先生是博士，讲不过他，好吧，我们不要想用讲的让人家服气啊，服人以诚不以言，真正能让人家心悦诚服是我们的真诚心现前，不是说哇我这个理啊讲得很精彩啊，很透啊，压得他都回不了嘴啊。而且他也点出来啊，老人家讲到了啊，这一部经真的是一大藏教，甚至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教的总纲领。我们呢，一定要借由这个因缘呢，把它学得透彻。而且呀，老人家说啊，只有 这部经啊方便就近啊，而且我们人人都有份的啊。我听到这里突然冒出一句，诸佛所以兴出世啊，唯说弥陀本愿海。真的是这个味道哦。老人家这一段话呢跟善导大师是一鼻孔出气啊。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所以老人家这句话是也是唱阿弥陀佛的本怀啊，除非他不相信了，那当然要跟他再讲其他的经典了。好啊，谢谢童老师啊，也谢谢今天大家的参与啊，阿弥陀佛。